我们在 PC 上运行 OpenCL Matplotlib 的 demo， 对比一下软件直接运行和硬件加速的运算效果。相关的详细操作步骤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文档。我们运行 OpenCL 的 bat 文件，可以看到程序正在通过 USB Blaster 2下载 Matplotlib 的 kernel 文件。下载完成以后会出现 Matplotlib 的画面。我们先看硬件加速的效果，按 D 键进入，我们可以看到硬件加速的画面很连贯。接下来我们按 H 键进入软件运行，我们可以看到软件运行的画面有很明显的卡顿。以上就是 CUP OpenCL Matplotlib 的硬件加速和软件运行的效果比较。谢谢观看。For more information, please visit terasic.com.